经常喜欢拉筋的人可以收获哪些好处呢？哎呀，就这两天啊，朋友圈天天有人晒体重，这个瘦了2斤，那个瘦了5斤，看得我这个羡慕啊，我就厚着脸皮偷偷地问了一下，那女朋友就跟我说，她天天呀拉筋练瑜伽，不仅瘦了，体型还变好了呢。哎，我这一听就心动了呀，我就回家试了一下，这可倒好，还没等练呢，腿先抽筋了，老半天的动弹不了，这给我疼的呀。终于找到自己身材不好的原因了，就一个字，害的懒。其实啊，我们平时呢就应该多拉拉筋，拉筋呀可以帮助我们舒展筋骨，对身体是真的有很多好处呢。哎，那有哪些好处呢？可以延缓衰老，因为拉筋呢可以让筋骨变柔软，让身体保持年轻，还可以保持关节和骨骼的健康，像平时总关节疼的就可以啊多拉拉筋，最后拉筋呢能够提高免疫力。那你看拉筋这么多好处，你还不心动吗？赶紧练起来吧。大家呀还有什么问题呢，可以给木子留言，我会在第一时间